嘿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来自第一科技大学的 K404 乐团。对，为什么叫 K404 呢？因为我们练团地方的办公室就叫 K404。对，然后我们找不到团名怎么取，往头抬头往上一看，哦，这叫404，好，我们叫 K404， 就这么决定了。对，好。好了，开玩笑的。我们今天要带来一首歌，然后这是我们的创作曲，然后对，一样是台语歌，对。然后这首歌呢是在讲说一个年轻人，然后他离乡背井去打拼的故事。然后歌词的内容呢写到很多，就是关于家乡的一些意象，然后像是里面有写到，像是我们家附近有很多棵龙眼树，然后它花开的时候，然后就很漂亮，然后还有很多蜻蜓，然后就是我们都会把这些东西融合到歌曲里面。然后想要表达出一个年轻人，然后他离乡背井，然后在突然有一天晚上看到月亮，哇，那思乡情绪突然涌现的那种感觉。对，好，那我们要带来我们的创作《乡》，谢谢大家。故乡的你，我常常想起父母的面，阴淡心肝内。我的爱人，你今仔伫倒位？我的兄弟，真久无见面。离乡背井，为着出头天。金的月亮，予我想着你。故乡的你，我常常想起父母的面，阴淡心肝内。伊也天空西，等待我的归来。月亮照大地，思乡心头影。溪边的残影，在记忆中袂记。头的花蕊，微风中盛开。离乡背井，为着出头天。金的月亮，予我想着你。故乡的你，我常常想起父母的面，阴淡心肝内。伊也天空西，等待我的归来。月亮照大地，思乡心头影。
等待咱的归来。谢谢。